好，那我们继续唱第三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就是刚刚介绍到的，请大家呢比较特别关心、爱护你身边坐的那位你喜欢的。现在可能说你旁边坐的都不认识，但是希望Hip-Hop 这首歌完了之后呢，大家都能成为朋友，都能互相的叫一下自己对家人或者对朋友，对整个乃至全世界，不光是中国或者日本的所有的爱，所有的友谊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听 Hip-Hop 这首歌歌词里面所唱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第三首歌。我喜爱的，相信我是真的。